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ky 啊。平时喺屋企煮嘢食咧，最怕就系煮到个煲黐晒底，又要嘥好多时间做清洁。今次咧就俾我揾到呢个迷你速热不粘锅，声称系一个万用嘅懒人煮食神器。等我睇下好唔好用啦。迷你速热不粘锅，白色嘅外形够晒简约，附上迷你长柄同埋玻璃盖，容量有 1.5 升，细细部就啱晒一人料理啦。只要插电就可以即刻煮嘢食，有细火同埋大火两个选择。加上防烫的外壳，就不用担心煮嘢食辣亲只手了。它的速热技术令加热更加快，要注意加水的时候不要高过水位，简单烚个菜用细火就可以了。大火炒餸亦都同样可以保持镬气，煎三文鱼的时候不会黐底，很轻易就可以将到鱼肉反面。而结镬的质地只需要用厨纸轻轻抹走油渍，就算煮比较有黏性的食物都不会有太大问题，大约可以煮到两至三个人的份量。清洗方法同样简单，只需要落少少洗洁精就可以好快咁样清洗干净。插电头在手柄后面，就不怕洗煲的时候导致入水啦。更快咧又可以煮好一餐啦，而且煎、炒、煮三种方式都做到。最重要咧就是清洁好方便。各位中意下厨大鱼洗嘢麻烦的朋友，不妨都买嚟试下啦。Yoo-hoo！